可以帮我简单讲一下说，之前是妈妈有跟你有一点争执，所以帮你开家里。谁是唐英生？泰文名 Dead 红牌罗。所以可以帮我们简单讲一下说，今天怎么会来？我妈妈如果有跟我有争执是在家里面，为什么有人知道？谁说的？你有提到说妈妈之前好像有吵架过，有离家出走。我没有说哦。谁说的？谁说的？那个，因为我们时间快到，我们先进去报道。那今天主要是要来做什么？我们先进去报道。然后我会觉得非常奇怪，是因为昨天我可能睡了只有两三天，两天早上，但是呢，昨天也不想惊动大家，我问了这个事情，还是不知道。那他不是跟你同住，还是为了一起吵？他也很少这样，他以前有吵架，在人家里面，是，对，但是很久没有。所以你就会觉得，但昨天水杯子太严肃，去进了台北，是，跑过来跟我说。我也不是，然后上面有我是一个，他身上有很重要的钥匙磁扣，但我上面只有他，我就看到他的身体比较脏，都不是，只不过是跟东西很相抗，我都看不出来，也许是会有一些变化，我不知道，我一看就知道那个时候女性，她穿的绿色衣服，我妈妈从来不穿绿色，她不喜欢绿色，她不管颜色，黑色、白色。之类的，裤子也是好的裤子。然后呢，远景很好心的有给我看一点点的照片，让我把车子塞下来的。我特别要求说，我要确定，我把叫他请他把头发剪起来，看到里面，我不知道尸体能怎么样变化，看起来不是我母亲。对，所以你才说不愿意说承认说那是他。不是承认不承认啊，我认得我母亲啊，是我没有，我不是除非精神出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昨天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说，我就说他们做笔录的时候也是这个口气，就说哎，死者家属，我说啊，我看到都不是我母亲，怎么是死者家属？我说没有，然后来就改了，就很多细节啦，中华民国法律我比较不懂啊。那然后我现在心情，我可能激动了一下，但是我现在心情是很平稳，因为我还要工作。是，因为我看到的那一具尸体，是我感觉并不是我母亲。我已经看过了，他不是我母亲，啊，所以我在等，所以我在等。又有一堆几个朋友发消息、发微信、发赖来，然后无数的家人朋友电话。我已经不想接了，因为我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。我因为没有结果的事情，我不会有什么情绪，我是尽量这样。所以呢，我只是想说今天等消息，结果今天下午来问这边还没有出来，他们说我去淡水分局。那淡水分局那边有认识，他们现在是检察官的。那淡水分局那边朋友有人认识检察官。那我的前经纪人兼好友又载我过去了，结果他们说那位朋友还没回来，然后我就被一群人约去台北吃饭。那我盛情难却，大家都很关心我。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样，因为一人归一人，我没有工作的时候我就是不同的人。好，其实我想回家，一个人，我没有，我难过是我的事，也许我不难过，知道吗？这是一个累，但是没有结果的事情。对吧？所以刚刚吃完饭，后来他们有通知我说有结果了，但是给了我一张单子，我不知道什么单子。那人家地检署那边也下达了，所以明天我才会知道结果。那想问一下，就是说您最近的状况就是会有续展？其实这件事情我非常高兴，因为记者朋友。现在我知道某一个人写了一封之后就是说，我问你呢，中华民国法律不能喝酒吗？是没有。好，我现在坦坦白白说，我每天晚上不跟你聊，我有一瓶酒就在我床上，我每天晚上自己喝酒，我在打麻。那我再跟你，请你这一段，我希望弄进去。我明白实际，
的电视台会比较敏感，但是我在工作期间白天从早不管早上到晚上，在慈济医院或是他们的校区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的，那我也走不出去，因为很远，所以我一整天也没有抽烟没有喝酒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前一天晚上回到第二天有点酒气，也许某些人需要负担，然后就开始出来，然后就来跟我讲，其实我已经发过一次脾气了。我科普一下，法国剧组是法律规定要有红酒白酒在现场。我教我的工作，今天除非你做什么建筑工，我问你啊，会有危险，叫我不能喝酒，更何况我工作时间没有喝酒，更何况我每次都一条过，你听得懂一条过吗？没有 delay 任何人时间，因为是我在等啊，不是别人等我。那我脸也没有红哦，那可能你闻到点酒气，那你们记者同仁不知道从哪里进来的时候就这样，然后再加上之前的落魄啊，我落魄也没有觉得我落魄过，是大家觉得我落魄。然后第一次我负债百万，有新闻出来是你们有一位记者同仁，有一位姐姐在民事，当时我还在民事的那个活动，我从大陆回来，我在大陆太多年，因为大家都是实话实说。然后我是很轻松的说，他问我，哎，为什么你签名是都没有给你工作呀？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说，哎，人都在这里。他说你这样经济可以吗？我说你有什么签100多万而已啊，我正常来说一不行就已经超过100多万，就是那这段时间不顺，然后就会变成渲染成哦，我落魄，我就是白人。我喜欢吃个，偶尔吃个槟榔，抽个烟，喝个酒。有时候坐在路边很累了，拍戏还是工作很累，走路很累了，坐在路边抽个烟，就是这样而已。那有落魄吗？有犯法吗？你们中华民国法律，请问有犯法吗？我一般碰到台湾人，我的朋友都很有人情味，但是媒体写出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那我现在只要重申一句：第一，我母亲的事情还不明，所以我没有任何犯法。我要知道结果。第二，我这个人非常阳光正向，钱不是钱，好，我没有落魄。然后如果你们觉得大家，如果有人觉得我现在是一个低三下四的人，那是你的看法，跟我没有关系。我不是一个，我不以一个艺人之足，就算艺人我是一个艺术，对吧？我是提供表演。除此之外，我在街上民众要跟我拍照什么的，现在也不多了，我都会非常亲切配合，只要你有礼貌。其他时间我不是工作，跟你们任何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高兴落魄，我高兴抽烟，我高兴喝酒。